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15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通过 TikTok 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弹；加拿大或将封杀 TikTok， 去年已展开国安审查；日企普利司通关闭沈阳工厂，外资撤离事态升级；美国将加强太平洋参与，对抗中国影响力。23条立法敏感之际，美驻华大使罕见出访香港。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要求中国社交媒体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法案，引发外界的紧密关注。这一法案在中方呢也引发强烈反弹，与此同时呢也让外界担忧法案是否违背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以及这么做呢对中美商业竞争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请听记者王允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三通过了这项法案后，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迅速在周四召开了记者会，对此事作出回应。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记者会上说，美国这是无理打压别国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说，美国是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方设法据为己有，这完全是强盗逻辑。但何亚东和汪文斌的说法显然没有顾及中国多年以来禁止美国的主流社媒推特、脸书等软件在中国使用的事实。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在对本台分析时说，美国这么做实际上也就是对等措施，就是你如果给我一脚我一定要还回去。如果中国了已经把美国的所有的这个社交的这个就是平台了在中国全都给禁掉的话了，那美国的一个国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就认为，如果你不允许我们一家在那儿的话了，那我们也对等的不允许你在这儿。夏明认为这种战略性的报复也是出于中美关系的大事。那么当然今天的话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跟美国进入了冷战二，那么所以的话许多的措施呢有冷战的这个痕迹了。那么如果美国没有这个战胜冷战的这个准备的话呢，那么美国最后呢就会被热战，那个就是被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毁灭。但对于美国的这种做法在西方世界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周四对外表示，澳洲无意仿效美国的做法，对 TikTok 采取同样的措施。就是在美国国内也有人反对以法案的形式限制 TikTok。 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对法案提出了异议，他在周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项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原则，也破坏了数百万美国人通过 TikTok 追求经济收入的权利。一位中国信息技术专业的大学生以匿名接受本台采访时称，他在国内并不使用抖音，他也对个人隐私有可能被抖音所侵犯而感到担忧，但他并不反对别人使用抖音。他说，以下是同时配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挺重要的。他认为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阻止 TikTok 或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侵犯个人隐私，泄露个人资料。如果针对发生泄露隐私的个例，那么直接进行罚款，就像对 Facebook 一样。当记者提及美国限制 TikTok 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时，这位大学生说，政府内部禁止就行了，比较担忧的是全国范围禁止。夏明教授则认为，从美国自由体制来看，美国可能不会走到直接禁止个人使用 TikTok 的地步，除了禁止政府手机使用 TikTok 外，还可能采用其他方式。他举例说，那美国的各州，那么他就可以在那个校园里边呢禁止用这些东西，那么至少就是校园的公共网络了，他就可以把这个屏蔽掉。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前财政部长史蒂文·姆鲁钦目前正组织一个投资者团队来收购 TikTok， 他表示支持这项法案，但他又饶有意味地说，这样的企业应该由美国企业拥有，中国永远不会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这样的东西。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继美国众议院通过 TikTok 抖音国际版法案后，加拿大政府也证实渥太华已经从去年9月起下令对 TikTok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有专家表示，一旦美国正式通过相关立法，加拿大也会采取同样的步骤。与此同时，一位加拿大企业家表示，他有意买下 TikTok。请听本台记者刘飞发来的报道。看着 TikTok 各式各样的视频资讯，正在就读大学的小孙说，很多同学都用 TikTok， 但是他没有兴趣。中国的东西还是好。TikTok 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由于中国政府有权取得内地科技企业数据，因此 TikTok 用户隐私资料很可能会交给中国当局，这引起了国家安全的疑虑。其实正当美国国会讨论 TikTok 安全风险之际，加拿大政府也不动声色地去年就展开了审查动作。加拿大工业部长商鹏飞的办公室说，去年九月已经开展对 TikTok 的审查，如今仍在进行中，基于保密规定无法说明细节，但是强调如果发现正在审查的案件损害了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政府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加拿大政府在今年3月1号发布针对互动数字媒体领域的外国投资新政策。该政策声明说，敌对国家支持或影响的行为者可能会寻求利用互动数位媒体领域的外国投资来传播虚假信息，或以损害加拿大国家安全的方式来操纵信息。根据此规定， TikTok 就是被加强审查的公司之一。加拿大政府在2023年的2月就已经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手机上使用 TikTok。科技专家赖维预测，如果美国最终拍板通过封杀 TikTok， 加拿大也会跟进。我们常常这样做，会等另外的国家，通常是美国或是欧盟，有了正式动作后而采取类似的行动。尤其我们和美国有紧密的经济关系，我们不希望步调有所冲突。TikTok 如果出售股权和中资百分百脱离关系，那仍然能够继续在美国运行。美国前财长姆努钦说，正在组建一个投资者团队来竞购 TikTok。加拿大企业家、美国受欢迎电视节目《创智赢家》的主持人奥利里也说愿意买 TikTok， 保证让他和中国政府脱钩，没有国安风险。任何买家，包括我，都必须要保障伺服器在美国，城市要重新编写，以封锁中国从后门进入的几率。每个人都知道 TikTok 会泄露资料给中国，都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多伦多都会大学在2022年10月进行了一项调查，近 30% 的加拿大受访者都说他们有使用 TikTok。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飞温哥华报道。日本最大的轮胎制造商普利斯通近日宣布关闭在沈阳的工厂，并按照相关的法规补偿该厂1000多名员工。去年以来，包括日本佳能、韩国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相继离开中国，导致数以万计的中国员工受到影响。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日本轮胎制造商普利斯通2月27日宣布，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终止沈阳工厂生产商用车轮胎，2月29日关闭工厂，并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终止商用车轮胎的生产和销售业务。在社交媒体抖音，一位网民说，2024年的2月29日，世界著名的轮胎企业普利斯通关闭了国内最后一家工厂，沈阳工厂。又一个外资的轮胎企业离开了中国。这次撤出中国给出的原因是因为商用轮胎市场不景气，而工厂的1200名员工何去何从。最起码啊，这些外资企业给的补偿还是很高的，有的能够达到50万，双职工啊是100万。在中国经营20年的普利斯通集团在给员工的通知中表示，公司决定终止商用车轮胎生产和销售业务，集团向普利斯通沈阳轮胎有限公司的员工给予支持的当地社区以及商用车轮胎业务有关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表示感谢。金融学者司令本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日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商来源地国家，最近几年包括日本在内的外企纷纷撤离中国市场，说明在华具有
最大风向标和这个指标说服力意义的外商的投资来源地国家呢，外资从中国用脚投票的趋势，说明外资撤出的这个步伐正在加速。这确实呢，与中国的政府自身对于它营商环境的说法确实是背道而驰的啊。普利司通于2021年底关闭位于广东惠州的轮胎工厂，并将产能及设备转移至沈阳。两年后，沈阳工厂关闭，目前普利司通在天津、无锡及广州等地尚有工厂和研发部门。据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去年撤离中国的世界知名企业以日本最多，其中有佳能相机制造工厂、韩国三星电视机厂、日本索尼相机生产线、东芝笔记本电脑生产线、尼康相机工厂、美国亚马逊中国电商平台等。上述企业将其产业链分别转移到泰国、菲律宾以及本国从事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沈阳商人李华对本台说，日本早期到中国投资是为了满足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请求，亦对当年日军侵华中国表示忏悔。他说，我觉得日本是我当初最先来是因为赎罪，有点赎罪的心理，是吧？现在撤出来是没办法，随着大环境，是吧？那个环境实在是待不下去，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产业链，你到别的地方重新会投入，会提高成本的。如果有一丁点生存的一个空间，他也不会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多位美国官员星期四表示，太平洋岛国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对美国印太战略至关重要，因此美国要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参与，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印太框架具有战略意义，尤其是该地区的三个岛国帕劳、马绍尔群岛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提供了短暂通道。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本周四就如何加强美国与该地区岛屿国家的联系，共同对抗中国影响力举行了听证。长期以来，太平洋岛国面临着中国的威逼利诱。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告诉委员会，美国的繁荣与安全取决于太平洋地区的自由、繁荣、开放、安全和韧性，因此美国继续支持太平洋岛国并履行其承诺至关重要。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所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重塑国际秩序，又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这在太平洋地区确实如此。通过外国援助、拉拢精英和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中国已积极采取行动，在太平洋岛屿维护自己的地位。康达还表示，中国仍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经济力量，美国在经济方面与其抗衡面临着挑战。然而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在该地区加强参与的意愿愈发强烈。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指出，美军在太平洋岛屿的参与和态势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后勤保障及力量投送至关重要。中国正在利用一系列的胁迫性工具，试图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伙伴关系，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近年来，这些活动包括暗中贿赂地方官员，对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主权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以及损害环境和当地经济的非法的、未报告的及无管制的捕捞。美国国会本月初通过决议，同意基于去年底续签的自由联系协定，为帕劳、马绍尔群岛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20年内提供71亿美元援助。拉特纳表示，这有助于确保美国在该地区持续的军事存在，并防止中国进入该地区的主权领土。美国国际发展署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署长西弗告诉立法者，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违反了国际准则，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及国家安全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在该地区扩展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使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外交。中国提供了看似有吸引力的主张，但其后的债务陷阱、杠杆以及腐败行为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卫华盛顿报道。香港立法会近期正在加班加点地进行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在这敏感之际，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本周初低调赴香港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会晤商界、学界等人士，引发不少的舆论讨论。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整理报道。综合彭博社与南华早报报道，伯恩斯于3月11日至12日访问香港，这是他2022年4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以来外界知晓的首次访港行程。访港期间，伯恩斯造访位于中环的外国记者协会，但未接受针对此行是否关系23条立法的相关提问。他也与美国商会董事会成员会晤，并造访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伯恩斯在美东时间周三上午推文证实自己访港行程，并分享相关照片。由于伯恩斯访港时间点正逢香港立法会23条立法期间，此行格外引起舆论关注。南华早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伯恩斯访港是在美中关系大架构下收集外界对香港未来意见工作的一环。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月28日曾透过声明关切香港23条立法。米勒表示，我们特别忧心香港当局提案对国家机密与境外干预的定义宽松且模糊，可能借由民众对拘捕的恐惧来消除异议。我们同样担忧港府会把23条用在现行跨国压迫行动中，限制美国公民与居民的言论自由。华府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以书面方式向本台表示，现在根本不可能不谈到23条。香港民主委员会一向鼓励美国政府与在港美国企业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说，虽然我感谢公开承认伯恩斯访港，但当23条势必通过之时，我期待看到美国政府拿出以行动为导向的回应。港府3月初公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条文，列明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罪行的定义和罚则，外界忧心这个将进一步抑制异议。经过约一周会议后，香港立法会周四完成草案逐条审议，预计很快将会交由全体议员表决并且通过。以上米勒与郭凤仪的中文音频是由人工软体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一艘中国籍渔船14号凌晨在台湾外岛金门附近海域沉没，经两岸联合搜救，6名落水船员中呢有2人死亡，2人生还，还有2人失踪。到截稿之前呢，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详情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台湾的海巡署指出，14日上午6点02分接获台湾的国搜中心通报，一艘中国籍渔船凌晨3点35分。在金门东定岛西南方1.07海里处沉没，船上有6名船员待救，在双方搜救单位以及东定驻军共同努力下，救起了4名船员，但其中2人生还，2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还有2人失踪。台湾的海巡署长周美武列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时还原事发经过，指出中国籍渔船行驶在台湾的禁限制水域内翻覆，对岸随即通知台湾方面有船员落海。因为它离东定岛的岸际不到1海里，所以我主观的判断，我们如果用高倍的望远镜看是可以看到这些人的，那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所以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西南的角域海域，那我们的守军就立刻要下去救，那这个人很不幸就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质询时表示，有民间无线电频道传出中国方面以找寻失踪船员下落为由要求登东定岛搜救，台湾的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建义予以否认。东定岛跟军防部没有接到这样的需求，在我们的这个规则上面，我们也不会允许共军登岛搜索。上个月14日，中国一艘35船舶在金厦海域翻覆，2名中国船员落海身亡，各界关注台海局势升温。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在立法院被询时提到，两岸状况严峻，他每天提心吊胆睡不好，在两岸引起高度热议。
有台媒传出台湾的总统府不满邱国正这一番发言，称其为自走炮，总统府驳斥了传言非事实，而中国涉台单位国台办回应称答案在台湾。邱国正14日应邀到台湾的立法院备询，对于台湾防卫作战必须单独撑多久，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列举历届防长的说法，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他问邱国正有没有目标，最少要打到何时，还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定要打赢。现在台湾防卫作战是个防卫作战，而且已经到国土防卫阶段，不要防卫期啊，作战阶段，你说打到你通通哪怕被歼灭了，你五星旗假如没有插到国防部，我跟你讲这个仗他白打。邱国正告诉国防部的官兵，一旦作战只有王将没有降军，就是战到一兵一卒，打多久他不知道，就是奉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中国的一艘所谓三无快艇2月14号越界金门海域，躲避台湾海巡登检翻覆事件满月，两岸协商15次触礁，两名中国籍死者遗体仍然在金门，金门地检署也仍然在侦办此案。而近一个月来，金门渔民的声音似乎在整个事件中缺席。本台记者前往金门，了解金门人的看法和期待。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在中国船只翻覆事件之后，三月初的金门天气不佳，当地主要的新湖渔港富国墩渔港里停靠着数十艘的渔船没有出港，渔网晾在一旁。金城市场里的渔贩透露，抓鱼的都不敢出去啊，我们本地抓鱼的好像有的都没有出去出门，而且天气好像也不好。陈姓计程车司机就说，事情还没有发生前，金门四周很容易看见中国渔船。终于等到了一艘渔船进港。今天捕到这些是什么鱼呀、啊？鲈鱼跟鲑鱼。鲈鱼跟鲑鱼哦。对。哦，这么大哦。啊，就是运气好。从富国墩远眺可以看见台湾有驻军的北定岛，其外海就是事发地。金门渔民对中国海警海监船宣称要加强巡逻显得淡定，自信合法捕鱼不怕查缉，但是对中国船只长期越界显得忍无可忍。这三无渔船、啊、就是跟他翻船的那一艘一样的，抓黄花鱼、啊、因为黄花鱼在大陆是价钱最好，他、啊、这边是保护区啊，我们不能晃，你看他晃的到处都是，这边就是岸了、啊，你看，差不多多近？还不到50公尺，整个保护区里面都是他们的吧，好几百块的吧。我们是刚好这艘是我的，要回来的，这一艘是大陆快艇。你看，海巡的在这边，他的船在这边收网，他还开灯开得那么亮，他也不怕。最多收一天多少？1-2百艘。不过多数渔民不愿面对镜头控诉其嚣张的行径，有的开了海产店怕以后陆客不来，有的则是娶大陆人怕回大陆有麻烦。另外有不具名的渔民提到第一线海巡队员的无奈，他要求记者对他的声音变声处理。亲眼看过他们的船挑衅我们的执法船，真的是在那边蛇行，跟他在那边绕圈圈啊，有的没的，包括船啊什么的都没有人家的好。一线船你跑再快，人家的跑比你还快，然后你跑就过中线，过了中线你也不可能再去抓他了，然后一而再再而三，你没有绩效，你叫渔民怎么相信你说哎？啊，这就已经来到那么近了，那些大陆渔船不知道是事先会收到什么讯息怎样？哇，海军的船还没来，他们全部都掉头就走。曾经听过基层的讲了，我们今天真的抓了对岸的人来啊，不用多久了，一眼就来打电话过来关心。你说跟那边的人都没有关系吗？那你说基层怎么做？有金门渔民私下就替海巡抱不平，说那些没牌照没驾照的渔船大陆放任他们到金门滥捕，海巡驱赶他们又去挑衅。有一年台风，一天三艘大陆渔船翻覆，有十多人落水，都是台湾海巡去救他们。3-4米高的浪，海巡冲去救，我们在岸上看得清清楚楚，海巡都做到了这样，大陆有过一句好话吗？他说金门虽小，靠这海吃饭的有几千人，一人一个家庭，抓不到鱼他怎么养四个孩子还有父母。对中方主张台湾是他的，没有金厦海域禁限制区，关姓渔民说，离我们北定在0.0几海里而已啊，对吧？如果今天是我们在你那边呢，都抓到门口了，你还说你要你的经济海域到哪里，也不可能啊。你看我们世代的移民啊，都是靠富国墩这个港区，现在驻军又那么少，如果上岸呢，一定要管制的。
出身渔商家族、无党籍的金门县议员董森宝指出，对中国三无渔船，金门渔民在意的是取缔标准在哪里，用什么方法执法，应该有彼此认可的程序。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发生这种死亡的意外，这种遗憾是谁都不想造成的。当然渔民对这件事情是比较三缄其口，如果这事情闹下去的话，他们回销大陆这个管道系统不见了，或者是说大家在这种禁限制水域附近的这种地下贸易的行为严格取缔的话，会冲击他们的收入。那我觉得这问题也不是单单金门的问题，这条线不管在不在，所谓的这个口岸走私跟偷渡问题都还是会存在。这个两岸默许的这个默认的这个线的存在，是便于他们执法上的一个便利性。有海难的事件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去共同救助的，趁这个事件来放下成见，来讨论这些未来可能有合作空间、执法标准妥适的一个产销的一个平台，让这些事件的冲突性降到最低。金门县观光特产协会理事长李忠林表示，听说金门野生黄鱼不是卖到北京、上海，而是卖到浙江。浙江人他们会拿黄鱼做药，所以黄鱼才那么贵，至少要两斤以上，要大只的，越大越值钱。曾经有人钓一只就可以卖到20万、40万，他们要打新台币，对。诚信金门人就说，罹难的驾驶无驾照，事发当天是大年初五，想必也是辛苦人才会在大过年的时间出来讨海，自认台湾海巡过年应该不会这么认真的执法，抱着侥幸心理想要赚上一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李宗翰金门报道。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rfa62z6owmtlf.onion/man/。读者可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欧洲航空安全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说，对于认证中国商飞 C919 民用喷气客机需要用多少时间，就要用多少时间。这打击了北京方面想趁喷气客机短缺和波音飞机安全出问题之际迅速打入欧盟市场的计划。路透社星期四援引直接了解机密计划的前美国官员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上任两年后曾经授权中央情报局 CIA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展开一项秘密行动，目的是将中国网络舆情扭转为反对北京当局。这项行动始于2019年，此前从未被报道过，这是对中国多年来旨在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的秘密行动的回应。综合外电的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4月访美，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正在协调，届时与美国总统拜登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次日美菲首脑会谈，合作牵制中国。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几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员13号透露了这一消息。南海紧张局势因为中菲船只相继发生冲突事件而升级，如果届时能够顺利举行日美菲首脑会谈，三国领导人希望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进行合作，共同牵制中国的海洋扩张行动。据美国的一家军事新闻网站透露，美国已经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其中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台湾参与持续进行的训练行动，这是双方军事关系的里程碑。
据中央社13号报道，根据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条款，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开始常驻金门与澎湖的两栖指挥中心，他们的任务。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